请小白讲一下，就是说发片的心情，觉得今天怎么样？其实我一直在一个非常紧张的里面，因为我以前都是在街头打鼓，所以第一次要以歌手的身份站在台上，真的是非常紧张。每次刚刚好像就是跳舞的时候，鼓棒掉下来，是太紧张吗？还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太紧张，可是就是也还好，就是在街头练了很多的临场反应，所以也没有太慌张吧？应该没有吧？还好，还好，谢谢。所以今天整个记者会现场，你觉得还好，不会太紧张，还是昨天晚上都睡得很安稳之类的？其实我昨天晚上练舞练到蛮晚，有特别去练习，然后刚刚在彩排的时候也彩了非常多次，对，所以就是有预备，然后跟舞者们一起加油打气。那跟打鼓比起来，唱歌跟打鼓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对我来说，我还是会比较喜欢打鼓，因为那是我起初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讲，我会想要挑战，所以我会继续的挑战唱歌，未来可能还可以挑战更多我没有想过的事。那现在因为发片了嘛，那之后在夜市或是在其他街头要看到你，是不是比较难一点点呢？还是未来还是可以在那边看到你？就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到街上玩的，我觉得我不会因为目前啦，觉得不会因为可能发片或是什么就减少，反而就是亲民化嘛。现在网络红人或是什么，大家都粉丝们都喜欢亲民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做自己。那一开始怎么会想说挑战唱跳为主？那未来有没有想说可以走哪一方面路线呢？未来有没有想过？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尝试演戏啊，或是去也像是内地发展。或是各个方面的我都不会排斥，只要有机会的话，我就会努力去做。一出道就挟了95万粉丝的压力，有没有这个发片的那个发片的压力？我觉得有因为95万粉丝是当初是喜欢我打鼓，对，所以接下来有新的挑战就是要唱歌，我希望唱歌也大家也会很喜欢。刚刚我看到 MV 啊 ，MV 很可爱，可是好像 MV 是拍了第二次才有这样子的画面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在第一次的时候，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脚本跟我们想的比较不一样。可是第二次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有把可能打鼓还有舞蹈比较俏皮的部分有拍出来。对，那刚刚看到 JJ 的影片，自己心情好像非常的开心哦。对，看到师兄还开心是怎么回事？因为真的就是因为我从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，而且我从小就追星，而且就是追他一个。对，所以看到他的影片，我真的是吓傻了。他就像我的老公，对，而且我有偷偷加入他的粉丝后援会。那刚刚JJ好像有说你们其实之前就有认识，他要怎么样鼓励你之类的吗？就是我像我之前他有邀请我拍过他的 MV， 对，黑剑。然后那时候其实他就鼓励我，就是在练鼓不要放弃。然后我之前在跳舞的时候又问过他，就是在一个很窘境的里面，就是我不知道我要跳舞还是打鼓，他就跟我说就是你跳舞打鼓都要做好，因为这个对你都很有帮助，所以后来我也坚持下去了。可是刚刚粉丝就是拿了那个禁爱令的东西来给你，那你真的就是会信守承诺吗？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就一定可以，而且因为我看中他们，因为我觉得我把粉丝都当家人一样看待，所以即使如果我破了这个禁爱令，我一定会跟他们好好交代。对，哦，所以有可能会破，目前是没有。接着跟你告白呢，这个我会好好的考虑。马上打破这个东西吗？我相信他们会非常认同我的。那刚刚其实有看到你的书的封面跟杂志封面都出来了，其实最近还蛮忙的，因为有一下 EP 要拍杂志什么，你会觉得这些尝试对你来说都还蛮特别的？对我来说其实都算是第一次，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也不断在学习。对，像还有刚刚看到 Air 杂志的那些照片，对，也是因为我以前过去都是戴着眼镜，所以第一次要拿掉其实也克服了很多安全感的问题。那你自己看到照片你觉得呢？很像你吗？刚刚好像大家都觉得为之惊艳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吓到，因为我自己在拍摄的时候就是有去看那个，就是看刚摄影师拍的，然后我那时候想说现在不是我在拍照吗？为什么摄影师在看别人的照片？结果近看才发现那是我自己。刚对镜头就是在拍杂志的时候对镜头会不习惯或是什么的吗？会，就是像因为我平常就是在街头比较多，所以像是摆 pose 的部分啊，我就会还蛮尴尬的。
对，但是我觉得摄影大哥大家都很好，都会教我怎么去做。那书的内容好像是主要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大概再介绍一下？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从我在街头零到现在的一个过程，然后还有就是我每次遇到挑战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怎么样去面对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像前辈的请教，像是我有请到就是去跟焦哥有那个访谈，然后也有跟很多记者朋友，也有像网络红人这群人，就是我们这里面有访谈的部分，就是去分享在这一条路上会遇到的问题。请讲，你那个平常在街头，你最喜欢的在哪个地方？哪几个点？其实因为我证照还蛮多，就是有14张，所以就是其实北中南都会去跑。那我都喜欢在像是百货的前面，因为那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聚集的地方。那刚刚还有就是说，现在好像那个小白在集资那个北中南的那个活动，音乐想一下，就是我现在有在网络上集资，因为这出单曲出EP只是我踏出的第一步，然后接下来我要挑战第二步，就是要到北中南开一个巡回 New You 的音乐会。对，所以就网络上集资，就是希望粉丝朋友们可以帮助我一起完成这个梦想，就像这首歌名一样 You You You， 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，是需要大家的力量一起。目前集资的状况已经到哪部分了？集资网页那边是说我们有突破他们的记录，就2天就破了50万，然后现在已经60几万了。对，那目标是朝第几场迈进？目标，我们的目标上面的目标是写150万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破一半了。对，就是还要继续的努力。好，谢谢。然后看到那个街头有很多，就是现在掀起那个模仿过小白的旋风，那小白不知道对自己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其实，在一开始我觉得压力还蛮大的，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，不要去看那些压力，反而就是真的要认真的好好做自己，因为做自己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真实的自己。谢谢。